因为我和国成立75周年是一个大日子，咁而家全城都好支持我哋体育界啦，有呢种奥运同埋体育嘅运动嘅热潮啦，咁所以就谂起咧，咦，其实都好希望可以体育界联同我哋唔同嘅运动员，同埋社区里边咧有更多嘅一啲互动、一啲交流对接。啱啱有机会同一啲我哋同运动员啊，同小朋友一齐画画，都见到周边围观咗好多观众，好多朋友咧喺对面马路。都喺度同未完成嘅壁画喺度影相啊、拍照啊，咁呢个都系达到我哋预期嘅效果咯。唔可以话一个好大嘅 project， 但系希望运动界同社区可以留下一个为国家庆祝生日嘅一个小小礼物啦。